太极拳是健身运动，也是防身技能，800年来流传越来越广，就是西方人士提起中国功夫也没有不知道太极拳的。相传太极拳传自宋朝道士张三丰，这种拳术以静为主，主张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面对敌人的时候要心平气静，因敌人之变动而变动，顺着敌人的权势引之落空，失其重心，然后借力回击，做到敌手一动我手即至，敌手一转我手即变，运用出于自然，丝毫不假思索，伤敌于无形的境界。打太极拳要慢练，是求取身心舒和，建议增进健康，同时可以松弛全身筋肌和各关节，达到手足利落、步履轻快的阶段，应敌便能身手敏捷、变化迅速。太极拳的慢练就是要达到最快速度的基本方法，这也就是《易经》物极必反，阴极为阳的道理。